我觉得还稳，嗯，对吧？哇，你俩能不是写太好了，厉害住了！太写太好了那段。艾热这个唱功细腻到可怕了，太天赋了，他这种唱纯天赋。还好你给他们凑第一个，太恐怖了！哎呀，我服了，这个人太可怕了。你好会唱啊，哥哥，没事啊，你也会唱啊，还有刘畅。 这些人太讨厌，做说唱歌手干什么要去唱歌啊？你们，因为随便写个四句就能火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不写吗？Q，你 Q 啥？你不是也四句？你我不止，我好多四句。哎呀，小盆盆，算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这个节目呢，我感觉就生日快乐吧。我感觉我到此为止还是很满意的。